你骗人！你见我第一次的时候你就脸红心跳，吓坏了啊！根本不是因为你说的那个荷尔蒙的东西，当初我心里还傻呢，你根本就不是怕我。然而是你真的爱上我了。我对所有见到我就脸红的女孩都说是荷尔蒙，所以你不要抱有什么一见钟情的幻想了。你也太自恋了吧！那你刚才脸红心跳根本就不是因为你那个叫荷尔蒙的东西，你根本就没有撒谎，而是你真的爱上我了。不是因为荷尔蒙，是因为害怕，我害怕。有什么可怕的呀？那我们就再触电一次，看看到底是因为荷尔蒙还是害怕。 别动，不行，是幻觉，是假象，是错觉，我们是不可能触电的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有过很多女朋友，她们每个人都比你漂亮，比你性格好，温柔贤惠，和你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两个是根本不可能触电的。你就像秦叔，我可以对她好，可以给她钱花，可以保护她，这都没关系。但是不可能是爱。 那你怕什么？你就再试一次吧。不能再试了，不能再试了，不能再试了，不能再试了！从现在开始，你要跟我保持一个安全距离，不要亲我，不要碰我，不要扑向我，更不要撩我，明白吗？凭什么听你的呀？你这一次你必须听我的。那这一次我们必须得再试一次，看我们到底是因为荷尔蒙还是害怕。不行不行，因为人家是连触电出来，还有很多种可能。还有什么可能啊？比方说。 正殿，遇上负殿，就会产生静殿。静殿。对。何尚浩，你头痒啊！静殿。对，这个就是静殿。哎，我说过了。 本着我们对彼此负责的原则，你要好好考虑一下，我们之间的爱到底是不是电？我们要保持一个比较安全的距离，你以后还是离我远一些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到处触电了，赶紧回去睡觉吧。这我这个怎么没有啊？给你了给你了，你回去慢慢玩啊。嗯。